睡在路边吧。对啊，那个被抢。被抢。抢劫，抢劫。你要抢什么？晃了12秒，让香气扑鼻而来，同时也让温度略微下降，非常适合在这样的。你刚刚有说你很喜欢喝这个威士忌，对，你自己酒量好吗？嗯，酒量普普。普普，那你有喝醉过吗？喝醉过，有啊，年轻的时候。睡在路边吧。对啊，那个被抢。被抢。抢劫！你要抢什么？对，好，没有，对。你穿那个会被检视吧？不会啦，年轻的时候，大概20岁左右的时候。睡到天亮。啊？睡到天亮。就睡一阵子，然后起来就说发现怎么睡在路边，就自己回家这样。对。朋友也没有劳力。没有，因为我会先盯完啦，就是可能盯完盯到自己。对，一个人的时候，然后可能就真的不行，就在路边坐着，坐着就睡着了这样。所以现在已经很久没有喝到半瓶了。蛮久的。那你觉得有酒量变好吗？随着年纪增长。对，随着年纪增长，酒量也变好了。当然，如果时间可以，我当然是义不容辞啊。对啊，因为在韩国也是有受到他的照顾这样。如果有这个机会，可以的话，就是找他喝一杯。对，可能会，希望能帮他应援一下了。对，就是老公有我跟恭喜他，我第一时间传讯息恭喜他。对，我传说恭喜你，希望他可以拿一座回来。我超平常心的，因为我觉得比赛这种东西本来就有输有赢嘛。对，而且我觉得柏宏靖，我就很替他开心了。对，我自己有觉得。自己有挑战到自己想挑战的东西比较重要了，对我自己来讲。在7号跟7月8号没有。那我没入围，我干嘛去？颁奖。哦，可能他们也没有，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邀请我，因为他们可能也正在忙碌典礼的行程这样子。但微博又有一个名单，说你要参加中餐厅。这到时候可以期待一下，对，到时候再说。对，我也不知道。在白场跟李立群去颁奖的时候，就是秀了一段韩文，那是有练习蛮久的吗？还是没有当天练的，当天练的，当天才知道。所以其实就是蛮紧张的，对啊。有比跟 IU 合照紧张吗？还是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对，差不多。